朋友给我准备了帝王服务。看起来是吧？今天为你准备的是帝王套餐，先尝尝这个餐厅品。你菜系不够丰富，下次改进啊。这才刚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最新出的提供菜名都已经公布，快试试手感吧。哎呀，真心的不行。累一天了，洗洗吧。哎呦，烫！一会儿就好了。这个没洗干净，媳妇儿。这不重要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你真好，真舒服。好了，现在项目正式开始。才开始呢。别说话。尽情享受，等待30分钟来尽情吸收。30分钟到了，四件保鲜膜，真划的，媳妇儿，确实好用。先生，本次消费1314元，请这边结下账。差评，那不收了，我再补你点零花钱。先生，鸡皮肤只能控制，不能根治，下次还找我哈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说为啥我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，回家你都能让我瞬间开心呢？老公，你记住，家就是你的避风港，我会照顾好你的身体，也会照顾好你的心。我们的幸福就是你愿意做我的英雄，我也刚好愿意做你的小太阳。晚安，马克巴克。